16吗？哇，你看它上面有写中文、日文跟韩文耶。哪里有写中文？中文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日文。日文。日文跟韩文耶。它没有写英文，也有写英文。那个罐子上面要写多少语言？看它主要卖哪里啊？那看来就是日本跟韩国了。然后这个是不知道从偷渡过来，然后贴个中文。哦，是有平行输入吧？